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而我们这个饱经战乱之苦的东方古国，随即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顺应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意愿，主张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公然撕毁国共两党和平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投入了波澜壮阔的全国解放战争。战争刚刚打了两年，形势发展对蒋介石愈来愈加不利，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悬殊的距离大大缩小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 因势利导，把军事攻势引向就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连续组织了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个大战役。这142个昼夜中，双方统帅部和各级指挥部所派发的电麻讯号。 错综交汇，支撑一面无形的网从大气层覆盖下来，于是便注定了中国的山川将会怎样排列，流云又当如何变换。棋局早已终了，胜负也已成为历史。但假如我们有暇在棋盘上还原当年的黑白对弈， 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布局的奇妙莫测，感受到那每一颗落子的雷霆万钧之力。
恩来，彼时，我们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告别了陕北。是啊，主席，等以后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去看看霍去病的墓，到西安去看看碑林嘛。人们讲，这里是革命的摇篮，殊不知。 这叫天球仪，是汉朝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可以用来识别星座。这些古老珍贵的国宝文物，曾经遭受八国联军的抢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归还给中国一部分，其中就有你们看到的这几件。可是。 美军顾问团八大委团长，建议撤出东部。哼，尤其只是建议，简直是命令。当初，正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再三要求我们去抢占东北的。东部50万国军，不战而退，国际上。 会怎么看我们？民心军心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放弃东部就省，华北又将怎样呢？委员长，延安、太原、大同的侧向台几乎同时发现，共党总部的电台全部消失了。毛泽东呢？去向不明，我们正在侦查。 毛三，你有什么判断了？我认为，共产党总部已向华北迁移，毛泽东很可能要同刘少奇、朱德会合。那么，毛泽东站在黄河东岸，他的眼睛首先又会盯在哪里呢？ 你看到的这个小小的山村西柏坡，位于河北省西部山区。1948年4、5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先后到达这里，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你看到的这几个小院儿。 构成了连接全国各战略区的神经中枢。解放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罕见的，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机构却如此之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要林彪南下贝宁县，要粟裕带几个纵队过长江。
深入到敌人神原后方区，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事情，结果如此，摇来退不来，这么得了吗？辛苦了，辛苦命不苦啊！先出同志，哎，你好。你好啊！诸位纵队司令员，干嘛？怎么样？考虑成熟了吗？这么大的行动，需要仔细掂量掂量，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进去。我反复看了军委2月7日的电报，主席的意图是……林总，政委。各纵队司令都到了，是不是先见一下？不忙嘛，让他们先住下。来，坐。主席的战略意图是，要我们把整个卫立煌集团抓住，不让他撤到关里去。军委的意向很明确，就是让我们长驱南下，先切断北宁线，堵塞卫立煌的路上退路。我看军委提出的是两个作战方向。一是打沈阳周围的抚顺、铁岭一线，二是打锦州附近的易县、锦溪、山海关一线，并没有肯定打哪一个。是的，主席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不过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你看，这里特别强调说，对于我军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最为有利。主席的意图很清楚，问题是怎么个封闭法为好？只要我们抓住长春、郑洞国这一大坨子敌人，卫立煌不会丢下他不管，同样可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如果越过长春、沈阳，策敌南下，北宁线上的敌人势必迅速收缩到锦州，让你打不着。而打锦州，条件又不成熟。锦州范汉杰兵团15万人，比长春还多5万。很明显，这是一步险棋，我们的决心不变，还是先打长春，搞攻城打援。我看这样吧，把这些考虑提交东北局讨论，然后再报告中央。好吧，这是东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主席说，我们也要集体讨论一下。哈哈，那么严重啊？粟裕同志建议，华野部队暂不过江，和刘邓一起在中原打大仗。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考虑呢？他过江南下，确实也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啊。南边先不谈吧。陈老总、粟裕他们就要到了，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好。看来，我们2月7日的电报，东野没有仔细研究。事情很明白。先打长春，是揪尾巴的办法。
不在要害上。南下打锦州、山海关一线是卡脖子的办法，一下子就把东北的大门封住了。他们却说不深时宜，哼，莫名其妙。他们对南下北宁线有顾虑，一是距离太远，道路不好，怕粮食弹药供应不上去；二是部队东北籍新战士多，离开本乡本土，他们怕有一些人要开小差啊。还有个敌情问题，担心关内傅作义集团出兵东援。这样看来，也只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喽。让他们先打一打看，试一试东野里攻坚力量怎么样也好嘛。长春是东野门口的一块绊脚石，搬掉了，他们南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嗯，林彪现在装得厉害，受伤啊有100万部队，东伯敌人也不过60万，经济上也超过了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卫立煌集团撤退到关内，推迟了整个战争进程，我实在是不甘心。好吧，不好太勉强他们，同意他们先打长春号了。回电要讲清楚，只能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要过分地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有那么一回事。请用茶，谢谢。味道还好吧？啊，冈村先生，根据目前的事态，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有撤出东北了？啊，您很清楚，4年前，波茨坦会议上，美国和苏俄都毫不掩饰他们垂涎满洲的企图。因此，你若放弃满洲，无疑置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利益于不顾啊。有趣的是，正是美国朋友建议我们撤出东北。这或许是杜鲁门政府的一种应变策略。而美国政界、军界的有识之士是绝不会赞同的。嗯，那样一来，美国在青岛的远东舰队将暴露于旅顺口苏俄海军的监视之下，不可能自由出入渤海海面。这种屈辱是高傲的美国海军无法接受的。看来我们只有固守东北了。请不要见怪。日本军界有一句名言，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但现在委员长欲固守满洲，却力所不能及呀。嗯，撤不可，守又不可。那么，早年围棋旧路走重，天才的吴清源新发棋路走轻。轻则妙，无进退为难之必呀。请讲。可以吗？啊，随意。不妨把主力收缩在锦州一线，待机而动。请看，
锦州的位置得天独厚，是关内外的咽喉之地。嗯，背后的葫芦岛可做海上补给。嗯，路上呢可随时得到华北的支援。哦，固守半年以上不成问题啊，而半年之后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有利的变化。嗯，冈村先生所见，正合蒋委员长的意思。嗯，那就让我受宠若惊了。设若毛泽东抢一个先手，占据锦州，切断北宁线，整个满洲就是一块死棋。嗯，所幸的是，从满洲共军的动向看，他们尚无此敏感。前年戊戌突围的时候啊，我天天念弥陀佛，总怕再也见不到你的面喽。当时我就说，一定要活着回来，还要把我的几万条枪带出来，要不今天怎么向您交代呀？伯承孝平同志身体好吧？还好。看样子啊，你也只能说还好啊。嗯，谢谢哟。陈老总，我要当面谢谢你们送我们这么好一套桌椅。啊，这是在孟良崮战役交货占领铺的。我的人不出来了，比原来漂亮多了嘛。唐可心，拿它当宝贝呀。这是纪念品吗？苏玉，你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得很好嘛，主席说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来的时候啊，他不晓得中央能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心里七上八下的。现在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暂不过江，他的心里啊还是七上八下的。我是怕在江北打不好仗，无法向中央交代呀。主席，周副主席。啊，坐。陈毅同志。哎呦，主席这样严肃地喊我陈毅同志，不晓得有啥子重要事情哦。这次贤念同志带来了孝平、伯承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加强中原局领导，也便于协调中叶、华叶两支大军，更好地经略中原呐。将来大的决战很可能在中原战场，在徐州一带呀。主席提议，由孝平、陈毅、邓子恢同志分别担任中原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陈老总还要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我没得话讲哦。和小平、白城、先念他们大伙，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吗？主席，我不敢干扰中央的部署啊。不过华爷离不开陈军长啊。那就难办了。嗯，
这样吧，陈老总换兼任华野司令员正位，苏玉同志为华野代司令员兼正位，如何呀？我两边挂起，怕要不得哦。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嘛。苏玉同志，你应该勇敢地担起这个担子来嘛。苏玉同志啊，主席啊，坐。中央同意了你的建议，暂不过江，给你4个月到8个月的时间，协同刘登、陈歇打几个大仗，把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搞他个稀里哗啦。主席是要你立下军令状哦。事在人为呀。蒋介石一再宣布，国家尚未统一，他绝不同意参加总统竞选。然而，他仍以2430票对269票当选立宪总统。尽管人们对于这种假戏真做的所谓民主选举不过付之一笑，尽管2个多月的国民代表大会期间始终笼罩着连连失利的战争阴云，总统就职大典还是于1948年5月20日隆重举行。这是蒋介石占据中国政治舞台20多年所追求的高潮一幕。Mr. President,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in the general elections. China can rank itself now among the great democracies of the world. 我衷心祝愿委员长竞选的胜利，这标志着中华民国进入了世界民主国家的行列。谢谢。The President, thank you.And the United States Advisory Group for the wonderful job you've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may I congratulate you on becoming China's first lady. Thank you. Thank you. 请。大使先生，今年也是贵国大选之年。杜鲁门先生和杜威先生，谁能获胜呢？啊，亲爱的将军，你是这里第7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恕我冒昧，想必诸位是期待杜威博士当选，对归国邦交会有一个魔术般的变化。对，说得对。Mr. Ambassador, do you think the government troops are unable to wipe out the communist troops?Я думаю, что об этом лучше спросить у самого гоминда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Do you think the communist troops are also unable to overtur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Ну, давай спросим об этом у сам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大使先生，据说贵国政府不便于直接支持中共，同时也不希望在自己的东部边境出现另一个南斯拉夫。是否请大使先生予以证实呢？Вы знаете, китайцы, 中国人一般很喜欢猜灯谜，那么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灯谜，留给你去猜好了。林总，这是刚收到的，攻长春部队的伤亡综合情况。对。什么？什么？你吞吞吐吐，话都说不清楚。啊？什么？伤亡太大。哎
廖司令，林彪在一直等着你率九兵团驰援长春呢。他摆开八个纵队迎接我，够看得起我的了。嗯，让他耐着性子等好了。廖司令，我想劳驾你去趟南京，赵家祥陪你去。是。哦，这老头子是请魏总去的。我去又是争吵一通，一切由你代为陈述吧。啊，廖兄是总统的天子门生，同样一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老头子就听得进去。哦，哪里哪里。召我去南京，无非还是迫令我以沈阳主力接应长春突围，然后一起退守锦州。啊，共军以数十万之众集结在辽北辽西，虎视眈眈。我军离开坚固的城防，被辽河、新开河几条大水彻底行动，无疑是自我毁灭嘛。我以长春一座孤城牵制住林彪的主力，就保证了华北的稳定。各部队侦察情况都来了，廖耀湘还是不动过，没有增援长春的迹象。廖耀湘毕竟是法国圣希尔军校吃过黄油面包的，打仗鬼精鬼精的。进一个廖耀湘是经不住蒋介石催促的，难缠的是卫立煌。你在平型关抗日前线交下的这位朋友，要在东北发展他的势力，绝不肯拿廖耀湘当礼品。你看，这是1938年4月17日照的，背后那座窑洞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他们的住处。这位作陪的是滕代远，这位就是萧劲光。现在指挥几个纵队围攻长春的，就是这个萧劲光和萧华，人称二萧。啊，这就是林彪。康大副校长罗若清告诉我，林彪正在养伤。我想在抗日战场上彼此照应过的，不去看望也太失礼了。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想起来很有意思。有意思。Why don't we set up the friendship again? Didn't you say that Lü Zhengcao and Zhang Xueshi on the other side
had sent a goodwill message to the old acquaintances in the 53rd Army. That's what my subordinates are doing. I won't look into it, nor will I care about it. 报告。进来。魏总，南京电报。你们干什么吃的？啊？一个大防身机场都攻不动，什么？还是上不去？喂，听着，重新组织攻击，不打通郑洞国，廖耀湘兵团是不会出来的。对，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给我上去。我是林彪，要肖劲光。肖劲光吗？停止攻击！停止攻击！主席，主席。妖精的事情哦，东野来电。最近东北局重新讨论了部队的行动问题，大家都认为东野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去打长春。好不容易哦，我们不愿意强人所难呐，同意了他们先打长春，现在他们自己转过来喽。好，那是不是马上给他们回个电报？你先考虑一个浮电稿，同意他们再拖后一个月，记下。是要抓紧思想动员，抓紧粮食准备。好的。陈武同志啊，这次你们三兵团悉数归绥，杨罗耿兵团向北去打撑的，造成很大的声势。吸引傅作义去保他的老窝，保邓东也拿下锦州，然后把敌人东北战略集团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吃掉，这叫做关外的文章从关内做起。有什么意见吗？服从大局。好。绥远那里贫穷得很啊，你们要准备饿几天肚子，吃几天草哦。哎，有我们的财神爷在嘛。一博同志啊，你给他们50000块大洋，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好买点粮食。50000啊，50000。哎，怎么样？30000也可以呀。我给75000吧。父亲焦虑于东北中原战局的恶化，但深一层看，金融财政的恶化更令人忧虑。靖国，布雷先生高度失眠，你父亲特意陪先生来散散步，你不要总讲这些事。财政赤字一达400多万亿，长此下去如何得了？必须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实行战时经济管制法，严厉惩办不法之徒。发行金圆券固然渴望改善金融财政，不过一次来聚敛黄金外汇，难免又会激起民怨。
变革经济，谈何容易啊！这又是一场战争。时至今日，不使用点铁腕是不行的。此事如果交给我办，我一定破釜沉舟。这些事情你们去办，我的事多。我要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随着各战场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国民党军战略防御体系被打破，蒋介石于1948年8月3日至7日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会上提出的新战略是：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还提出要改造官兵心理，强化精神武装，要迅速编练战略总预备队，全军要保持在500万人，力争军事上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一个月之后，即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后来史学家们所谈论的九月会议。会上提出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涨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旅，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真可谓无独有偶，针锋相对。南京八月会议极为机密，西柏坡九月会议也显得很平静，而对双方生死攸关的一场战略决战的帷幕已经拉开了。宣布会议休息一天，自己躲到这里来看文件。哎呦，萧平相前啊，主席，穆这样太不礼貌了吧。来来来，请坐，坐吧，坐坐坐。小平，去年八月你和伯承飘到武汉南京之间，蒋委员长可不像我这样欢迎你哦。那是人家的卧榻之旁，岂容我们去酣睡。当时我们对跃进八别山做了3种估计，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一种前途，那就是花了代价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代价也确实不小哦。打仗哪有不出代价的。你们伤了一些元气，看上去啊不得了，把战争引向将官区，为北线胜利创造了条件，了不得哟，一个不得了，一个了不得哟。中央日报讲，共军开始在国民党的深远后方攫取兵员补给，这如同把灯捻子插在他们的肚脐眼上燃烧啊。嗯，哦。林罗溜来电。哦，现在看深圳在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我们还没过，要看看济南晋州打的如何。还有太原，周师弟同志报来围攻太原的方案。嗯，向前，你一个临汾战役打出了华北一兵团的神器，太原来一个照此办理，严司令长官呢就该好好认一认你这位同乡喽。严先生不光是我的同乡，我在太原国民师范念书，他还做过我的级任教师呢。你们这几个人呐，说是来请主席的，可倒好，一去不回头了啊。大帅啊，今天这场球你可一定要来呀，坐我们的后台呀。啊，何胡子啊，你们球队有哪些队员呢？啊，有朱老总、聂总、建英、我，还有他们这几位啊。对方呢？警卫团3连。哎呦，那就难办喽，我坐你们的后台得罪了3连，
这么好哦，还是请主席去看看吧。大帅啊，这点面子你可一定要给我们。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穿上鞋子吗？周副主席，好，周副主席，总司令，该休息一会儿了。你是来拉壮丁的吧？我是上不了场的。有你的角色，你来当评判。哎，走吧，走吧，我把主席啊都拉去了。胡副子，等一下，等一下啊。恐怕需要提醒一下林罗流，他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当摆在卫立煌防寒界系统。对，哎，霍老总请坐嘛。嗯，不忙屈臣的打傅作义的十三军是这样的，看样子他们攻占锦州、山海关、汤山的决心还没有定下来。是啊，锦州的敌人有五个师，十多万人呢。现在老蒋正强化他在全国的五大战略集团，你要动他就得下狠心碰他的大坨坨。有总兵固守的大城市，俺要把他啃下来。强大的机动兵团怎么样，就要把他吃下去。嗯嗯。哦，主席上午拟出的电报立即给他们发出去吧。好。哎呀哎呀，快点快点，这点快点，我哎向前呐，这可是关键关口了。你可能还是小平来吧。啊，我不行啊。哎，小平来来来来来。霍老总，比赛时间到了，你们再不出场就作为你们弃圈，算人家赢了。这好，加油。哎呀，金英快啊，快快快快快快到衣服咱们场，快点吧。好，这种球啊后卫不好打，要是把总司令他们撞倒了怎么办呢？哎，远远就跺脚吓唬吓唬他们。按我们预计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平均每年应歼敌100个旅，今年7月至明年6月应歼敌数字已分配给各野战军，要求你们配合华北部队负担歼灭卫立煌傅作义35个旅左右。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是决定性关键，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三、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所需兵员粮弹。好。南下北宁线很可能演化成整个东北的最后决战。电报。确立攻占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
总长休息得好吗？啊，这儿九月底就寒气袭人了。嗯，俊如兄，你和夫人也要注意身体啊。好，谢谢。坐。嗯。总长，不知总统是否可以考虑我的建议？啊，我再三陈述了你的意见。总统判断，林彪放弃围攻长春而南下，意在夺取锦州。所以廖耀湘兵团必须立即西进，与葫芦岛我军东西夹击林彪主力。兵法上说，勿以军众而轻敌，勿以独见而为重，勿以辩说为必然。这三个物字，哼，总统全占了。俊如，不要信口开河嘛。各部队长官均认为不可西进。要提醒大家，军人首重服从。我以为，对于林彪所部近日来的调动变化，最高当局缺乏清醒的分析。所谓东西对进，时间和空间上均不能协调，事关数十万将士的存亡。总长，你敢不敢画十字签押呢？廖兵团出沈阳必定是凶多吉少。你太混了！我受总统的委托来监督执行他的命令，请问，你把总统置于何地？如果我连申述自己见解的权利都不能受到尊重，那么请问，又把总统任命我的这个总司令置于何地呢？哎，我没有想到啊，你们竟然这样贻误战机！我不能代你们负责。社南京24日电，为贯彻蒋总统关于整顿经济、扭转战局、实行总体战之重大决策，粤赣川湘等后方各省均切实加紧征兵征粮、编练新军之动员。潜伏各地之奸党分子，八大为将军有趁机煽惑民众对抗政府，以反内战、反饥饿、反抓丁为口号，制造事端，影响所及。京沪杭和武汉等城市相继发生抢米风潮，各地长官已奉命予以弹压。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我曾向总统建议将济南守军撤至徐州，显然仅仅因为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政治上有某种所谓的重要性，我的建议没有给予考虑。济南失陷的原因主要是吴化文部叛变。 The fall of Jinan was primarily due to the betrayal of Wu Huawen and his troops. Yes, and why? What about Northeast China? 6 months ago, I advised pulling the troops back from Shenyang and Changchun to Jinzhou. But no, again my advice fell on deaf ears. And now, what? Disaster. 是，可为什么？那么东北呢？半年前我已建议将长春沈阳守军收缩至锦州，我的建议没有人理睬。将军不必过虑，我明天就飞往沈阳前线。 General, I'll fly to the battlefront of Shenyang myself tomorrow. Mr. President,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the Nanjing government lies in that he has no presidential airplane.
总统先生，毛泽东和南京方面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专用飞机。Instead of flying here and there, directing battles from the rear, and giving the rear echelon orders to frontline commanders, Mao must remain in his command post, waiting for the news of victory. 他只好待在自己的指挥室里等待捷报，而不可能飞往各地代替前线将领去行使指挥权。你不妨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Would you please put it more explicitly? Could you just try to delegate your command authority to a few well-chosen young frontline generals with courage and daring? General, I respect your Western style frankness.Your meaning is perfectly clear.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any more.蒋总统莅临沈阳指挥作战，是我们东北50万将士的极大的荣幸。现在，请总统训示。我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表达我对各位给予怎样的希望。诸位看到了，和我同机来沈阳的有周志柔总司令、桂永清总司令、郭灿总司令、我想诸位会明白，我这次来沈阳非同往常，不达成目的，我是不好飞回南京去的。今天的聚餐会，找请柬上的名单都到齐了。不过，这里的某种气氛使我意识到，还有一位客人今天未便出席，却分明又同大家在一起。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林彪。林彪在宜县自唐河350公里宽的正面采取行动，文章落笔在荆州。来世固然不小，以免过于天真了一点。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决定。你们出沈阳向西打，我已指令华北调精锐部队由葫芦岛登陆，向东攻击，东西合击，一举歼灭林彪主力，为扭转东部战局
干杯！金莲，林总，什么事？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兵了。嗯，有华北剿总的新五军独立九十五师，还有烟台的三十九军两个师。在这儿，我估计，不，我可以肯定，蒋介石到了沈阳。林总，我们原部署在葫芦岛锦西方面的一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觉得足够了。现在，敌人先后共增兵三个军、四个师，这是多么大的一坨了！是不是可以考虑让我想一想？你怎么又抽烟了？哎，政委，最好把烟戒掉。嗯，啊，来吃苹果，吃苹果。哦不不不，吃吧。给，哎，啊，亚龙，你们先出去一下。敌人向葫芦岛增兵，林总给军委去电，建议回头打长春。嗯，电报发出了吗？发出去了。给。好。全摘光了。哎，前天刮风掉下来的那两个呢？啊，已经送过去了。好，都给房东送去吧，别忘了代表我们谢谢人家。嗯，我们住了人家这院子，让人家很不方便了啊。哎，哎，啊，等等，我们还是一起去吧。邓书记，啊，有事儿吗？有紧急电报。哦，快去吧。好。报告，进来。周副主席，紧急电报。简直是胡闹！你马上叫醒主席，我回头就来。是。什么事儿啊？有紧急电报。主席正在睡觉。
周副主席说，马上叫醒主席。主席，电报。主席，紧急电报。哎，吵什么嘛！我刚刚吃过药，你们就来吵。不吵死我，你们是不是不舒服啊？林表几点？简直是儿戏！这股林彪，闲时迟迟不拦下，什么敌情问题、粮食问题、运输问题、豫剧问题，还要杨成武先动，他才动。哼！五个月以前，长春本来浩大，不敢打；两个月以前，同样浩大，又不敢打。现在部队已经拦下，锦州外围战也打响了。因为葫芦岛增兵，其实这个变化并不大嘛。可是他又要回头打长春。哎，这个林彪啊，他们总是在顾虑背后有沈阳、长春这两大托敌人。上次电报已经告诉他了，要置长身置敌于不顾，集中力量打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他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怎么，他就搞不明白呢？我草拟了一份电报稿，电报不要写别的，就请林彪到军委来好了。我到他那里去。你还是先看一下好吧。恩来，还是用我来写，用我来写好了，措辞要严厉。这样，限他们十天之内拿下锦州。部队已经摆开，突然回头打长春，军委不会同意，士气也会受到影响。锦西离锦州不过50公里，无险可守。以一个纵队阻挡敌人的强大兵团，谁有这个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围困长春和沈阳的主力抽调几个纵队过来？那样，长春的敌人势必要趁机突围，沈阳廖耀湘兵团势必长驱西进。如果打锦州久攻不下，将受到东西夹击，重蹈四平的覆辙。太冒险了。问题是军委指示。问题是我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个饭怎么吃？敌人增兵葫芦岛，
我们攻打锦州，确实带有些冒险性。不过，主席早在今年二月，就要求我们夺取锦州，封闭东北大门，促成全国战局大的变化。要说冒险的话，我看这个险值得冒。在这种紧要关头，应当义无反顾。那好，都考虑考虑吧。进来，罗政委，参谋长，炮总司令员朱瑞同志在义县不幸出雷牺牲了。有烟吗？要不要报告林总？等一等，电报发出的时间不长，还可以挽回。雷亚楼，好，明白了吗？是。你记一下。好，我做如下部署调整。以四纵、十一纵加两个独立师，强化塔山防线。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加六纵十七师，包打锦州。十纵加一个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十二纵加十二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五纵、六纵两个师，监视沈阳。一纵做总预备队。给我复述一遍。以四纵、十一纵加两个独立师，强化塔山防线。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加六纵十七师，包打锦州。十纵加一个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十二纵加十二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五纵、六纵监视沈阳。一纵做总预备队。
我补充一点，把炮纵和坦克分队加在锦州方面，就这么定了。要向中央发报，收回前面的请示电。老乡，那把嫁妆抬来干啥呀？装上土就能挡子弹。哎呀，那打坏了多可惜呀！你们命都豁上了，这箱子算个啥呀？大兄弟啊，你当兵，你爹妈舍得吗？成家了吧？这小子，奶味还没干呢。哎，班长，哎，卷一个，好，来，留点叶子，拿着。哎，啊，过来点，拿着，要紧的时候还可以挡挡枪子儿呢。围上，围上！我不要，拿着。我不。不，哎，给你就拿着呗。就是。谢谢大嫂。谢谢。谢谢。哟。等打完了仗，叫这小哥到你们家倒插门好了。说定了，到时候你们可不许抢啊！老班长，来了！老班长，老班长，班长，老班长来了！班长，老班长，你们班写稿的战士在哪儿？在那儿呢。小牛同志吧，我不姓牛，我姓羊。姓羊，姓牛姓羊差不多，反正啊都是四条腿的。小羊同志，你给纵队小霸投的那篇稿子，题目叫什么？塔山高，塔山低的，对吧？是吗？谁说的？没错，我没写名字呀。小羊同志，我们是四纵宣传队的，我们想用你这篇稿子编一个女生小合唱。哎，你能和我们谈谈吗？
谈谈吧。我说不好，说不好。哎呀，你别不好意思的，你跟我谈谈，跟我谈谈。哎，快快，哎，小杨同志，你就是谈谈吧，坐着坐着谈谈，你就跟我谈谈吧，这次我军由葫芦岛出兵东进，对林彪犯荆州之主力实行夹击，这是一个锁链式的整体构想，其中最得力的一个环扣就在于你们能否如期攻占塔山。我能与这各位成功吗？总统，塔山仅林彪两个纵队，我方十一个师，几个打他一个，拿下塔山不成问题。这次有海空军强有力的配合，拿不下来，不劳委员长制裁，我自会含愧而死。还有，你们的舰炮能打到塔山吗？可以，我们有24升地舰炮，炮弹充足，把它全部打出去。听到了吗？那是塔山的炮声。塔山那边承受的压力太大。敌人摆开4个师的兵力，24小时轮番攻击。哦，塔山离锦州这么近，如果阻击不成，锦西的东进兵团一下子就打过来了。是啊，如果沈阳的廖兵团再从黑山那边压过来，一东一西两边一夹，那可就问题严重了。公瑾能不能得手，关键是塔山阻击的成败。告诉四纵，他们的纵队司令员要到师里去坐镇，一定要死守塔山。你这边外围作战动作一定要快，要猛，尽量缩短时间。好。这是城南，这是城北，总攻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啊？哦，在这儿，在这儿。突破口选得不错。锦州外围的防御布局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了。上去吧，任务明确了，各位请回吧，我这里没有预备午饭。是是是是。哎，小王到跑步通知伙房，下面条让纵队首长吃了饭再回去。是。
团长啊，看我们营士气怎么样？哼，你们营啊是有名的狗皮膏药，天哪啊哪接不下来。这回啊就看打配水池，你们贴得住贴不住了。团长，觉着我们营不行，趁早换人呐。没有金刚钻，咱也不揽这瓷器活。团长啊，团长，俺们营长还有病呢，就你多嘴。你还没退烧呢？没事，没事，还39度呢。去去去去。团长，要不我下去住几天院？你呀，你少给我卖乖，打配水池那少了你啊。得了，就算我欠你的，等打下锦州啊，我放你一个月假。一个月？嗯呐，一言为定。哎，老班长啊，啊，这马上要打配水池了，你给大家伙做点什么好吃的？团长，啊，猪肉炖粉条子，每人两大碗，我保证送上配水池。哎，政委，来来来来来来啊，你看这还有字呢。哦。敕令户弼马温战此，哈，这还是个神职嘞，神仙。弼马温，就是孙猴子嘛。啊，孙猴子在此，诸神退位。是啊。啊，亚楼的老规矩，回来嘛，先把皮鞋擦亮了。洗脸倒是次要的，又要体面，可又不讲究门面啊。大爷，这是在伏龙之军事学院养成的好习惯。啊，不会擦皮鞋，怕拿不到毕业证啊！哎，政委，嗯，政委，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时候啊，有一个苏联空军上校，他呀，跟我同住一个房间。有一次啊，他错把我的皮鞋拿去擦了，我呀就假装不知道。来来来，小王，我自己来，拿点辣子来啊！第二天，他纳闷地问我。哎，大巴利士，嗯，我的皮鞋擦了2道油也不亮，你的皮鞋不擦油就很亮，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应该告诉他，我替你擦。报告，进来。林总，今天拂晓，敌人用了9个师的兵力，在40余门重炮。2艘军舰的配合下，向塔山、白台山、大屿山一线发起全线的进攻。东面情况怎么样？原来通报廖尔乡兵团主力在新民河、巨流河一带集结，截至今日还没有什么动静。葫芦岛的东进兵团行动如此迅速，是因为蒋介石亲自到葫芦岛去督战。看来沈阳方面卫立煌和廖耀湘没这个积极性，这倒像是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告诉2纵3纵，敌人的西进兵团迟迟未动，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动作呢要快，要猛。外围战斗无论如何不能拖总攻的后腿。是。Thank you.
炖粉条子，吃吧，猪肉炖粉条。 我们刚刚接到一个报告，锦州外围打配水池的主攻营遭到了敌人多次的反击，全营800多人，已经伤亡近600人。另外，大哥的攻击部队受阻，进展很不顺利。报告。进来。截获锦州敌台情报，敌人攻占了我牛郎山阵地。胡说！牛郎山阵地丢了，我们的部队会有报告的。参谋长，你看。喂，牛郎山指挥所吗？你是哪一个？我问你，牛郎山阵地是怎么回事？什么？丢了？怎么搞的？你们的高粱米白吃了？为什么不报告？少啰嗦！我问你，为什么不报告？
刘亚楼，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这件事，你去处理一下。下面的责任要追究，首先是他们的司令员跑不了，好吧？慢，等一等。还是我去一趟吧。我知道，不止一个人向你建议，等夺回了阵地再向上报告。那样的话，就好说了，是不是？既然可以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凭侥幸心理办事，那还要你那个司令员干什么？我感谢首长，您亲自从这么远赶来。等于给我宽限了时间，在我交出职务之前，我总算把阵地给夺回来了。嗯，你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要撤掉你的司令员职务。可见你很清楚，并没有打算原谅自己。既然这样，也就不做组织上的处理了。好了，你先回去想想，抓紧调整部署。我们锦州再见。等一等，就这样走了？连个手都不握？请回答，听到了，请回答。参谋长，还是没有。继续啊。好，塔山，塔山，塔山，听到了，请回答，听到了，请回答。塔山，塔山，塔山，听到了，请回答，听到了，请回答。塔山，塔山。参谋长，电报。林总，塔山来电，
念。今天拂晓，敌人采用中央突破的战法，整营整连的集团冲击，塔山守备团损失过半。给程子华发报，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立即发报，快！林总，敌人加强了攻势，是不是把总预备队拉上去？我也担心呐，一旦敌人站住了脚跟，整个塔山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啊。好吧，我同意。要移纵，快！移纵吗？叫你们司令员讲话。喂，我是刘瓦楼，101命令。总预备队，不动。林总，塔山东侧再次被敌人突破。精神战。这是精神战。告诉程子华，
不要被敌人吓破了胆，立即组织反击，把阵地夺回来。是。喂，什么？什么？林总，廖耀湘西进兵团已经占领张武、新里屯一线。让葛军随时向我报告进展情况。是。啊，二位，这张照片说明什么？林彪的大动脉被我掐断了，粮食弹药接济不上去，看他还能支撑几天。廖耀湘企图不小，切断了我们的补给线，想逼迫我们回头。林总，现在距离总攻锦州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了，是不是推迟一下？只是在不久以前，部队得的一门炮还是那样稀奇，现在已经可以击中上千门大炮，炮群排列的密集度超出了操点规定。要知道，上千门火炮在同一时刻向同一目标发出怒吼，这在中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开炮！
你说清楚点，怎么搞的嘛？好了，知道，我知道了。就这儿，林总，我们的攻城部队在前进中受阻，被守城的敌军压制在护城河里。乱弹琴。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突破口撕开！哎，命令特纵坦克分队掩护城北军的攻击。是。是。是。火力掩护。爆破组。是。从塔山到锦州不过三十多公里嘛，就是爬也爬过来了。侯静茹率两个军六个师硬是过不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整整在张武待了一个星期徘徊不前。是不是给魏总司令发个电报？那么，直接向蒋总统发电。总统，您辛苦了。半个月之内，您两次亲临沈阳。杜聿明，还有多少时间到达沈阳啊？已经从徐州起飞了。Thank you.
校长。来得好，来得好。光田，你对东部的战局怎么看法的？这啊，坐下讲啊，坐下讲。坐吧。校长，东北战况的变化，我不大了解。这个很快就会熟悉。光田，你就留在东部好了。徐州方面，我正在部署击破山东共军主力。徐州方面，你交代一下，国防部会有安排。东北这边有魏总司令，这不是由你，也不是由韦君如考虑的事。从现在起，你好好研究一下东北的局势。这，校长如何使用，都是栽培我。我应该不计个人名位，服从命令。不过，东北将领大多是我的同学，如果力不胜任，会影响黄埔将领的。好了，既然你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则务调动吧，任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浙辽边区司令官。你的司令部设在葫芦岛。校长，这样不大合适吧？你该不是惧怕林彪吧？林彪不过是黄埔四期生，你是一期的。喂喂喂！副总司令，这电话还是要不通。我就不信红信兵一个活着都没有。司令部吗？司令部，司令部电话接不通啊！司令部电话接不通，接不通。喂喂喂，喂喂，报告众位，司令部出现故障。冲进那所房子！愣着干什么？快抢救！是是，还不快包上！连长，女的。女的怎么了？也不能看着他们流血流死啊！是。那些年月里，飞鸟早已习惯了枪声炮声，习惯了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却不曾见识过整个一座城市在颤栗着、摇撼着、倾斜着、旋转着。他们不能想象古城锦州竟这样痛快淋漓地在做一次火浴，以熊熊烈焰洗涤着自己。Darling，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到了机场才打电话来。我昨天晚上刚从沈阳飞来，一点没有想到你会来北平。你既然没有想到要我来，那我原本也就不该来了。忘记了，完全忘记了。我这样糊里糊涂的，我已经62了，大力，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听余继时说，医生他们已经为你的生日做了准备，就由他们去办好了。不必惊动什么人，你来了，一切都有了。主席，哦，对不起，我是不请自来了。好吧，好吧，我们谈谈啊。不然人家该说毛泽东此人是架子太大呀。小三和他自幼是同乡同学，要见一面都很难哦。你这是顺水人情哦。我知道你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就闯来了，不然呢，还不得拒之门外啊！是啊，是啊，没有想到，从10月14日11时发起总攻，31个小时就拿下了锦州。部队情绪高，战术好，林彪、罗荣桓他们指挥得当，要发一个嘉奖电去。哎，嗯，坐吧。主席啊，我们到外面去走走怎么样？可以，只怕你不好做记录喽。哎，别人访问主席需要做记录，我是一个字也不消记，只想跟主席随便聊聊。哎，一口一个巨席巨席，你小三呢就大可不必喽。我要叫你润之，别人就该说了，小三写了几首歪诗就这么狂，指名道姓的叫你。毛泽东的悲哀就在于此哦。我们随便转转。我们在岳麓书院的时候啊，你不晓得，每逢夜间来了雷雨，我就脱得一丝不挂。哎呦，迎着风雨向山峰上跑，文明起头脑，野蛮起集体。树林黑乎乎的，电光一闪，我看见我的身子是那么煞白煞白的。我在什么外文书上看到，很多将军元帅们，还有探险家，青少年时代都是苦苦的折磨自己，锻炼意志，随时准备去征服世界。意识愈是朦胧，又越是那么强烈。石头扎破了脚，不晓得疼，只管向前奔跑。
岳麓山就在我脚下，大地就在我脚下，仿佛我就是整个世界。一边跑一边吆喝吼，狂汗呐、啊！哎呀，有这么多酸枣。哎，好。好多哟！哎呦！哎哎！现在上海把他捧到了天上，什么蒋青天、经济沙皇、雍正皇帝，电话上三言两语他听不进去。你不亲自到上海去一下是不行的。这件事我给经国挂一个电话讲清楚就是了嘛。大林，我和傅作义制定了一个计划，不仅可以迅速改变东北的局面，而且渴望扭转全国战局。是吗？华北共军徐向前率部围攻太原，杨成武部又在绥远，共党首脑所在地十分空虚。傅作义提议，与其调华北部队增援东北，倒不如派部队以驰援太原为名，乘虚突袭西北坡，尽情攻党首脑。那要布置得非常周密才是。是的，进入西北坡需注意事项傅作义都已考虑在内，例如共军官兵不宜区分，凡捕获南方口音者，手指被香烟熏黑者，要严加看管，以免共党首脑露头。那就交给傅作义他们执行好了。事关重大，要马上开会，我要亲自部署，我明天就飞回沈阳。上海的事情你以为是可以随便应付的吗？我来之前令侃说，如果金国不放他一马的话，他愿意奉陪到底，这件事闹下去到头来恐怕你也难以左右了。总司令，总统就要到了。全体注意，起立。总统有要事飞上海了，商量好的那件事他让我转告你，照计划执行。啊，杜副总司令一到东北，先到九兵团视察，兵团全体官兵深感荣耀啊。廖司令官和各位在前面吃苦了。这是参谋长向军长、李军长、
见。啊，你们可以自便了。杜总，请恕我狂妄。我希望不受做下属的拘束，坦率陈述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你我负有共同责任，不容彼此虚假客套。廖兄有话，只管讲。人们只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岂不知，要实现战略目的，只能看战争的结果。而战争一开始，自必遵循他自身的法则，是任何人违拗不得的。战争不是调教好了的一匹马，任人驾驭。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那就是遵照老头子的训示，不顾一切的往西打，归附锦州，实际上已无可能。第二条，服从魏总的命令，撤回沈阳，这到头来只不过是另一个长春。这第三条路，在我看来是唯一明智的，也是唯一可行的。仅黑山大虎山向南，退居营口。司令官的方案，总括说来是这样的。不要记录。以一部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掩护主力行动，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前进的假象。兵团主力由新立屯经黑山、大虎山东南与泾阳河之间的走廊地带，迅速向营口转进。只要我们能立足营口，背靠海上生命线，向各方行动均为有利。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葛军应尽快做好行动准备。我的方案捅上天了，即使得不到最高方面的同意，也要执行。能为救兵团夺取一条生路，个人的一切不敢有所多虑。总统吩咐在专机上办公，顺序同各位面谈。杜聿明将军，请您先上去，其余各位请稍后。大伟兄，专线电话请即刻接通。是。林彪强攻荆州，伤亡惨重，至少要休整一个月才可再战。我军立即东西对进，一举收复荆州是完全可能的。校长看，收复荆州
有几成把握？六成把握总有。校长，学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吧。哦，孙子说，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我们只算到六成，恐怕……总统，郑洞国副总司令来电。这简直是捐命电！什么只有以死报命，死死！曾泽生叛变，拉走了60军，他的压力太大了。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上一封信，我说了的，万不得已，可以派一架飞机接他出来嘛。长春。郑洞国将军军舰，相别多年，实在念中。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借此祸福荣辱，居于恶情之际，兄亦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冲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率领长春守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顺祝安好，周恩来，敬启，1948年10月18日。副总司令，新七军参谋长龙国军求见。倒是可以见一见。嗯，赵副官。嗯，是。请龙参谋长进来。副总司令，我不得不以实相告。新七军也和解放军代表接洽，协议放下武器。我们李军长要我和你面谈，请你率领我们共同行动。我任第一军军长，在印度对日作战的时候，你就跟随着我。现在，你竟如此无情，在我背后插上一刀。副总司令，好了，事已至此，我不愿意强求你们了。你们也不要纠缠我。请共军代表转告萧劲光、萧华二位，我既已失败，只有战至生命最后一息。放下武器，办不到。校长考我，再三要我讲，我勉强提出一个方案，供斟酌。你讲吧。一，以周福成所部扼守沈阳；二，着令辽阳第52军迅速抢占营口；三，廖耀湘指挥第9兵团。及配属部队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攻击得手，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进行逐次抵抗，向营口转进。具有营口，即可渡海直出锦州，也可北出盘山，以辅易县、锦州共军侧背。好的，你早次去补数。命令如何下达？口头下达即可。我看
还是由魏总司令下达才好。没有问题，君如那里我同他去谈，你只管打单去做。校长，请魏总司令。魏总。参谋长，看来已到了最后时刻了，是吗？是的。开什么混账玩笑！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这明明是我们自己的直属部队在朝天放枪。请副总司令宽恕，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样也算我们做了最后抵抗。各方面都说得过去。兄亦怀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冲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率领长春守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副总司令，副总司令，好了，就委托你们几位去和对方谈判。好了，是。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以后第六天，1948年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将军率守军放下武器。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了吉林省会长春，这一座塞外春城被围困7个月，它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下来。拿下了晋州长春，告得号，随后大调晋西葫芦道，截住辽兵团，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东野100万大军腾出手来，作为我们的战略机动力量，了不得嘞。这100万就放在那里不动，对关内各战略区都是一个压力，有形无形的压力。东北决战形势发展这么快，要给林罗留加码。我想，可以指令他们抽调2-3个纵队，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协同华北部队机动作战，让傅作义难以应付。好，就这样盯下来。淮海那边也要加加码。苏玉同志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原来先于打淮阴和淮安，中央确定第一作战打黄北逃兵团，接到还有第二、第三作战，已经加了码了。中野华业两支大军协同得力，南线形势的发展还可以大大加速。刘趁登并告苏谭，为保障华业全军预定作战区的全胜，请陈一、萧平率中野主力迅即攻克郑州，而后直出徐州奔赴一线。不但前支孙元良、刘如明，还可前支求力两兵团各一部，不时妨碍华业行动。听伯承率二、六、十宗前支黄威张干兵团，将敌吸引于桐柏山区。辽沈战役是关外的文章从关内做起，我们淮海这边是东边的文章从西边做起。你们二位去打郑州，我这里牵着敌黄章兵团到大山里兜圈圈。我们要保证苏玉那边打得顺手。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多保重。北辰，多保重。再见。再见。你是巴林岛秋山游击中啊啊！再见。还在八月间，中央军委电告彭德怀、习仲勋，从九月起，全国各区将有大战，要求西北野战军予以配合。西北野战军连续发起大规模秋季、冬季攻势，先后歼灭胡宗南部60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华北和华东中原战场对国民党军主力集团的战略决战，同时为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报告彭总。彭总，彭总，你们开会挂几个人的像？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另外还有。还有一个我不认得，是哪个人的像？一个四方脸，大脑壳，脖子又粗又短，挂在那儿，谁愿意看？彭总，是这样的。毛主席的像要挂，朱总司令的像要挂，别人像是可以随便挂的吗？纵队首长已经批评指出了，要我们重新挂，还没有挂好，彭总就来了。是的嘛，你们挂起了我彭德怀的像，我彭德怀怎么敢进会场呢？同志们，立北战役歼灭敌人25000人。我们这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战场，你们热烈鼓掌，这个掌是可以鼓的。我告诉你们，华野、中野要有大的行动了，军委要我们全力配合，我们一定要把胡宗南搅得团团转，让他不能抽调一兵一卒加入中原战场。一句话，哎，要100%的保证中原无后顾之忧。副总司令命令我们向锦州方向东击前进。知道了。枪炮火，
以整营整团兵力连续发起攻击，一定要拿下黑山。作为侧卫据点，保障兵团主力。再见。是。和这几份敌情通报，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好像敌人有总退却的模样。对，总退却，有步骤的总退却，否则廖湘为什么在张武磨蹭了一个星期不动，锦州丢了，他反倒积极西进？见鬼了！那么，廖湘攻击黑山、大虎山，是佯动吗？也不大像。不是佯动，能打通黑山夺回锦州，当然更好；打不通，可以吸引我军与黑山一线，掩护九兵团主力向营口撤退。只要能够占据营口，随时可以上船。这个算计蛮精明的。杜光庭聪明过人，他摸透了老头子的心理，竟能解开这样的疑难公事，还要让廖耀湘能够接受，别人也不好讲什么。杜光庭此时插足东北，说实在的，也并非那么轻松愉快。我想，他也是没办法。倒也是的，不过他的地位又越多了，能如愿把东北部队撤出去，他功在党国。若不幸以失败告终，丢失东北的历史责任还是留给我卫立煌了。杜聿明的方案虽颇受总统赏识，但还是要和林彪见面的。对喽，对喽。大伟兄，请你立即派出工兵，在辽中吉他河上架设浮桥。待廖耀湘山穷水尽走不通路的时候，我命令他把部队拉回沈阳来，他也就只好照办了。嗯，好，我马上去办。嗯。
既然老头子已经把东北交给了杜聿明，你这不正好可以抽身了吗？俊如，不行，我不能让人捉弄。俊如，你以为老头子会让我一身轻的离开东北了事吗？我看还是你不甘心。林总，政委，锦湖作战方案图准备好了。我的意见，放弃锦湖作战方案。廖耀湘兵团已经向西扑过来了，何不顺守千阳？又使廖兵团深入辽西，分成几块，吃掉他。命令石纵死守黑山、大虎山，为主力部队到达争取时间。攻锦州部队第二、三、七、八、九纵、炮纵和一纵主力休整十天计划取消，立即隐蔽东进，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独立二师以四天的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辽西河流纵横，廖耀湘的机械化展不开，我看可以的，值得干。战场嘛，就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这一仗要是拿下来，不就等于东北问题解决了吗？不过原来军委的意图是要我们先打锦西葫芦岛，改变方案是不是要等军委复电？军委的意图也是为了截住廖耀湘，想法是一致的。时间紧迫，重要的是不能失掉战机，一面报告，一面部署。你是佛教徒还是慈善家？重炮团的炮弹都留着下崽子吗？军座，上面还有我们的弟兄啊！这个我不管，我只要幺零幺高地。师座。是。师座。上司命令。炮轰幺零幺高地。师座，可我们团还都没撤下来呢。师座，要重炮团。师座，你不能啊！师座，你不能这样！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师座，师座，要重炮团。师座，你怎么能这样做呀？弟兄们呐，听我的命令，向幺零幺高地。师座，你一定要下命令，那就让我死在全团的前面吧。你们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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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炮！
就这样，要求你们全团做好战斗准备，有命令随时可以出动。好的，好的。报告，进来。尚坤呢？中央机关准备转移的情况怎么样了？各单位都动起来了。好。成功部刘仁同志得到情报，傅作义又增派了3个师的兵力南下。要聂老总电话。是。喂，请找聂司令员。对。周副主席，电话接通了。荣臻同志们，我是周恩来啊。三纵现在到达了什么位置？今天可以到达紫金关。荣臻同志，傅作义又整派了3个师扑过来了，请你命令三纵加速前进，时间争取时间。傅作义这样不要命，北平不就空了吗？我也在想啊，可以给林彪、罗永欢发报，要东野十一纵取接近进关，向通县一带活动，威胁北平。好，那样傅作义就不能不考虑考虑了。周副主席，是不是先把中央警卫团部署在东北方向，以防万一？我已经给他们打招呼了。好的，好的，就请你去部署一下吧。好。哎，放这儿，放这儿。好。哎，放那儿。尚坤，是不是要我搬家哟？提前做点准备吧。不忙嘛。蒋介石占领延安，赶着我跑。他在山下，我在山上；他在山上，我在山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主席，敌人开进很快，我们只有华北的七纵在前边，三纵、四纵。怕不一定赶得到。我正干一篇新华社评论，和蒋介石、傅作义大打嘴巴官司，让我干完了再走好吧。好。廖长官来电。廖兵团强攻黑山不克，决定经台安南撤辽河，向营口转。
真是勇敢异常。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两批狗子。这一定是傅作义的好主意，糊弄老头子。如果偷袭成功，就创造奇迹；如果偷袭不成，把部队撤回，完事。错过了时间，派兵增兵东北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又是两家河谷，傅作义派的是第35军，蒋介石派的是第16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的空虚。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陕北广播电台SNCR 现在重播新华社听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哼，听得出广播稿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既怒小马加文章嘛。他骂我为蒋匪，倒也公平合理。我骂他为匪，骂了20多年了。可对你，李生兄，未免尖酸刻薄了吧？这也可以说是有来有往吧。前年我们收复张家口之后，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停止叛乱，归顺国府。我还说，如果他能够胜利，我甘愿为其执鞭。现在他回敬我了。10月24日，傅作义部队对西柏坡实施空心偷袭，华北军区第3纵队用3天3夜从600里以外赶到了，会同7纵和地方部队沿途进行袭扰阻击，傅作义只好下令退兵。老总啊，你冷不冷啊？我穿那么厚，怕你要冷哦。我已经习惯了。原来准备泡饭的，可傅作义来灰溜溜的不战自退了。今晚上不比平时啊，还是很想和你单独走一走。哦，老总有什么事吗？你忘了26年前这一天的晚上？哦，那天月光也是这么亮，我们从北岭郊区瓦尔木村皇家林荫路54号出来，绕着路灯杆走过去又走回来。哪里想得到26年后我们在党中央住的这个小山村又可以在一起走一走了。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本来不应当是我，而是陈独秀介绍老总入党的。我登门求教，人家不学习理财嘛。在旧军队里有了很高的地位，又有优越的生活，宁愿舍弃这一切，四处去寻求救国的真理，多么不容易啊！我真不明白陈独秀是怎么想的。被陈独秀拒之门外，我很失望啊。不想跑到国外去，很快就如愿以偿了。
一位小我十多岁的同志做我的介绍人，这种事本身就让我动心呐，觉得非同寻常。我比老总先加入组织，不敢说就早觉悟到哪里去了。记得当时我和老总谈过的，我虽接触共产主义较早，一则当时各种社会思潮流行，二则求真的心又极盛。经思考观察一年多，才确立我永久的信仰。司令官，魏总司令来电，命令我兵团迅速到大明屯一线撤回沈阳。废话，辽中几条河流阻隔，怎么过得去？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途中的几条河上架起了浮桥。嗯，地图。嗯，感谢魏总司令想得周到，不过我只能照杜副总司令的命令行事。司令官，向营口转进实际上已无可能，共军第七、第八纵队已查到大虎山、台安之间布防，我先头部队在台安以西遭到共军主力的截击。胡扯，台安那边哪来的共军主力？充其量是个把独立师，独立师不会有那么多大口径的火炮。还有这儿，廖兵团在台安和我们独立二师碰了一下就缩回去了，我正担心二师顶不住呢。嗯，二师把缴获的十几门重炮用上了，敌人一看有重炮，把他们当成大部队了。来，给。这简直乱了套了，没办法标出图来。廖耀湘搞的是立体滚筒式的撤退。我们也来了个立体滚筒式的追击围堵，都滚到一块儿去了，不乱才有鬼嘞。越乱越好。这就好比煎中药，十几味、二十几味中药一起下锅，药性才能发挥出来。喂，对，嗯，嗯，告诉部队不要怕乱，大胆穿插，以乱制乱，乱而取之嘛。什么？什么？知道了。林总，部队已经全乱了，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这个我不管，能找到廖耀湘就行。三营联系不上了，怎么搞的？都乱了套！继续前进，给我分头找去。是，往后传，跟紧，别要掉队。往后传，跟紧，别要掉队。往后传，赶紧，别要掉队。往后传，跟紧，别掉队。哎，
跑不动了。排长，我们掉队了，快，快扶起来。过来，把枪给我。姚月牙，坚持住，跟上队伍。快，跟上。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你呀，换个地方吧。师长呢，就在村外边等着呢。哎，你别拿师长吓唬人好不好？耶，你妈了个巴子，你没上没下你啊！你夸啥你啊？哎，共军，小军，哎，营长，这啥地方？谁知道这啥地方？哎呀，这么多车呀！我寻思啊，这不是个师部，也是个团部，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捅他一家伙再说。快打翻九班掩护，其他给我来。是。还这么多电线呢，接了他，上，是，给我来，快！喂，喂，喂！司令官，吃点夜宵吧。喂，喂，喂喂。我们滚！到，查线，告诉通讯处查线。是。司令官，六个军部都要不出来，至少要把207师要出来，切实保障兵团部向营口转进。是。司令官，既然魏总又一次急电催促，何不就此退回沈阳？这也是执行东北剿总的命令。我们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司令官，当前敌情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我们拖延不起呀。退回沈阳又当如何？哪里枪响？司令官，我们的警戒部队和共军接上火了。共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司令官，是不是转移一下？慌什么？司令官，兵团部通讯营被共军用燃烧弹击毁，和外界联系不上。好，副官，有，动作要快。是。营长，营长，营长，这上面写的啥字儿？香，廖耀湘，廖耀湘，这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部。奶奶的，把共军包围起来！让共军跑了，快，快！赶快报告！都要，都要，都要！
王，小王。抗战争史上书写了一笔的胡家窝棚战斗就这样结束了。除去几名重伤员之外，参加战斗的4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关于捣毁这个小村庄对整个战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后来战史研究人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又是怪事，共军怎么知道我的司令部在胡家窝棚呢？司令官，先擦洗一下吧。马上接通各军军部，要快。是。司令官，魏总司令已经第二次命令我们撤回沈阳了。看来只有退回沈阳，这一条路了。司令官，无线电话已经接通。我是廖耀湘，现在发布撤退命令。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名语啊，司令官！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实践，实践。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70军、169师和兵团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6军第22师、新3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大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马上整理出来。是。狗急跳墙，用名语下达命令了。杜副总司令，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辽河上架起了几座浮桥，我兵团畅通无阻，畅通无阻。廖司令，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杜副总司令，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辽河架起几座浮桥，我兵团畅通无阻，畅通无阻。廖司令，我已经调军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你兵团安全转进，安全转进。黑山、大虎山以东，饶河以西，无量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不过120平方公里，围住了廖湘的5个军、12个师和特种兵10多万人呐。蒋介石有5大主力，在我们这个包邮圈里头就有2个，新一军和新6军。要不要叫醒一下林总？先让他眯一会儿好了。这个廖耀湘，
出营口也好，回沈阳也好，五天以前他干什么去了？林总，是不是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廖耀湘已经把兵力位置说得一清二楚，先读，然后围而歼之。顶住！顶住！给我顶住！不许撤！司令官，实在顶不住了，撤！撤！撤！快撤！撤！快撤！先生，我休息一下，你走吧。是。等一等。我量一下血压可以？我去找医生来。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医生一个人来就可以了。是。按我的命令，让他们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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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顶住！快！廖司令官命令你们顶住！顶住！
司令官，快！司令官，走这边，快！这边，司令官，司令官，闪开！哎哎！了个巴子的，不服是不是？好，我们把武器还给你们，咱们接着干。有武器的赶快交出来，如果搜出来，那可就不好看了。快交！诸位，谁还有武器，请交出来。报出你的姓名。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魏总，你怎么还在这儿？这可是最后一架飞机了。
毛泽东此人，他好像是在填词作诗一样，把种种奇思妙想用在东北大战指挥上。他竟置长春、沈阳于不顾，用牙签一插，取得了锦州。谁可以想象得到呢？魏总司令，魏总，快走吧。魏总，共军的炮火就要封锁机场了，快走吧。你们走好了，我哪里也不去，这里最好。最好。放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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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放下我，放下我，放下我，混蛋，混蛋，混蛋。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上将在隆隆炮声中逃离沈阳。1948年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解放，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前后52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部、四个兵团部、11个军、33个师，共472000人。计算辽沈、济南以及全国各地区92个月战果，人们发现双方军队数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倒置倾斜。人民解放军由280万人上升为310万人，国民党军有365万人下降为290万人。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著文宣告，原来预计需要5年，现在看来只需要1年左右便可以从根本上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了。